台群精机，立式加工中心 T 港 VP95， 创新的 T 型床身结构设计， XY 轴全形成支撑结构，具备更好的动态精度性能和持续稳定性，采用高速度高功率高扭矩的内藏式主轴，轴承寿命长，响应速度快，加工精度高。全封闭式刀库采用变频器和角度编码器控制，提高 ATC 换刀速度和角度准确性，提高加工效率。采用日本进口 NSK 三轴滚珠丝杆，轴心采用冷却来达到热平衡，减少机床高速运转产生的热变形，配备高性能数控系统，保证机床控制的稳定性，满足自动化生产线的要求，广泛用于大型精密零件加工和精密模具加工等。